单哈。虽然这个是叫双方倒地，没有得个得分，但是我们呢，对对方的意志啊和心理的震撼，应该说还是发挥了作用。嗯，似乎这个动作迅速也是于大伟的一个特点啊。他启动很突然。对。他这个从他的目光可以看到，紧紧地盯住对方，在寻找破绽。一旦发现破绽以后，马上就行动。经过这一段拼打之后，我们看到，于大伟和这帕利，这之间他们技术上已经相对说的互相有点摸底了。对。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漂亮，躲得非常好。这个推法应该说呢，就是于大伟的一个看家的绝活，对，一剑封喉。对方的近战能力真的很强。这个于大伟，对方一贴身以后，马上紧紧的贴住对方，不让对方起腿。刚才呢，我们看到他这个把位啊，变换的非常好。一个起身之后呢，又倒了一个角度，我们看到，所以呢，高高举起一个过肩。其实我觉得于大伟，我刚才举得太高了点，举太高了，你消耗自己体力啊。当然摔得漂亮，摔得干脆，看着过瘾，但是你体力上也消耗了太多。你想想，抱着这么100公斤，100多。推法做得非常巧，没有能够抱起来。对，看来对这个于大伟的这个抱摔啊，这泰国选手已经是有防备。摔法要控制一下。对方啊，现在打的是有点激活攻击，看来刚才呢是重创第一回非常明显，在第一回合里面一点便宜都没占着，这个被两个干脆的摔了两跤啊。于大伟现在利用对方提到情绪，不要跟对方那么生硬硬打。距离不够，让他在脚腕，否则这是一个见腿的顺摔。对。啊，这个护肘啊掉下来了，护肘掉下来了，这也是为了保护双方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扭打的激烈程度。哎，这也是这次争霸赛里面的一条双方都同意的一条规定，就可以用肘击，但是呢，这个肘击呢不算分，但是而且要带上护肘。防止双方运动员在这个争霸赛里面受伤害。被膝盖顶了一下，膝撞。看到是不是有犯规之嫌？在战术上也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看到周边的观众啊，看着都非常紧张，对，就是像心里提到嗓子眼一样。对，很明显，这个泰国选手呢就是贴近，我就是靠近你。啊，这个战术对头，就是要定住对方啊，这个距离不给他。对。他于大伟在打得比较聪明，就对方是急于用这个技法和手法来重创他。对。这个时候刚才是有几下重击，于大伟啊，现在头部的防范呢，这出现了一些破绽。对。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泰国选手逼上来以后啊，经常把他把于大伟呢逼到这个护绳旁边，这于大伟没有余地了。因为对方的这个重击啊，应该说呢是他的这种重炮。于大伟现在不要急于跟对方缠，他打方法要突然啊，而且如果要是摔不倒对方的话，就还这样僵持的话，可能消耗太大，对自己消耗太多体力。现在我们看到是对方急于啊，想这个能够把于大伟呢从气势上压住。不多了，这个于大伟呢一定要咬紧牙关顶住。还是要狂轰滥炸。于大伟要打的耐心。我觉得贴花力呢现在是逼上来打。保护还拉开距离，现在呢这个戴法的体力已经不够了，一个是体力不够了，另外一个我发现这个泰国选手啊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往这个身上倒了很多水啊，倒了很多水就滑，那个拳套你搂不住嘴啊，你没办法，这就往后一蹬就脱身了，捞了个正着。抬头，抬头，抱紧，抱回站，这防守手臂，我们看到现在开始的这个选手，切帕利刚才那个重膝的重重和他的肘发使用了都表现出来了。于大伟呢，体力上有点问题，体力透支，体力不行，你看，已经没办法，你看。这个于大伟呢在看着这个教练，刚才这个动作啊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个于大伟的教练掏了白毛巾，我中方的队员呢场上出现这个技术上的差距，他的教练已经扔了白毛巾。